Thank you for check out it. 即摆要上课的这个郑老师哈、哦，各位呢，唔知有注意无？伊的名呢，应该是真有名哈、哦。各位若有注意呢，因为伊就是去美国的，甲蒋经国开枪的人吼、哦。那么，这是咱的奥建国。各位学员，各位先生、小姐，哈，大家好，早上好，大家好，我们啊，こんにちは，こんにちは，哈，啊，我是吼，高雄人啦，啊，所以拢较晚起来吼，啊，今仔为着要赶这条这个课吼，哦，我透早六点就爬起来嘞吼，哎，啊。袂歹吼，今仔日是天气比第一届降湿吼，较温暖吼。哦，第一届啊，寒到要死吼。啊，我搁戴迄个帽啊吼，啊搁恁嘛穿安尼吼，等于嘛是感冒呢吼。啊，所以今仔感觉袂歹吼。啊，我真佩服大家吼，安尼精神真好吼。啊，有诶查某都已经来啊吼。啊，来这里听课安尼吼，啊，非常甘心啦吼。啊，台湾确实嘛是需要像恁这款人吼，安尼阁继续安尼拍拼落去吼。啊，我一个想讲吼，啊，咱1945到即摆60几年来吼。第一摆的这款论述吼，听起来阁真有理嘞吼，啊，所以真无简单啦吼，啊，我也真佩服咱 Richard 甲林志升安尼吼，继续在塞这个论述啦吼，啊，今仔要讲的吼，我想就是讲一直伫我心肝内啦吼，啊，我是1991年。换枪啊，倒来台湾啦吼！迄当时乌名单还袂开放，啊，袂当倒来呢。我1991年吼，正月摕到 ROC 啦吼，咱咧讲的中华民国的签证吼，倒来到桃园，结果呢，又去互赶出去。啊，我讲你着签证给我，哪会袂当着啊？伊讲歹势呢，我即个行政错误吼，啊，甲你犯唔到去安尼，我有即款物件呢吼。啊，伊当时我是真生气，30几年来吼，第一摆吼，转来到台湾的土地，打伫迄个桃园机场啊呢，袂当入来，硬去互赶出去吼。啊，所以我就讲啊好啊，安尼我用家己的办法转来呢吼。啊，所以我1991年6月。我就搬枪啊，转来，吼，啊，转来个顺序咧，就入来咧，吼。但是我开一个记者招待会啦，我转来吼，啊，你若要有代志要找我啊，吼，啊，安怎找我安尼吼？啊，结果我想我无代志咧，吼，经过这个美国海外的专家者吼，啊，转来家己故乡，啊，哪有做？无做啊，啊，结果呢？澳是这个澳门的政府啊，判一年，用迄个国安法，讲你偷渡入境判一冬安尼吼，我就讲可能是判假的吧，结果嘛是甲你来关咧，一年关足足吼，关365天，真可恶嘞吼，迄当时阁是李登辉咧做总统嘞，安尼嘛是叫关就对了。啊，我这条小吼，结果无当套，吼、哦，因为啥物概念时期不同的啥物迄个补偿啦吼，啊，我这是已经概念以后啊咧，啊，这条小到即马无法度套咧吼，啊，所以我想诶，这个民政府吼，啊，替我讨公道，吼、哦，安尼对无？啊，我是讲，咱1945年战争了后吼，
降到目前吼，咱啊都无法度有家己个国家，啊，咱阁无法度有家己个即个国情吼。啊，到即马啊，阁伫士兵吼，即个通敌个状态吼。啊，咱知影讲总统府啊，是钱呾人马英九一贯个吼。啊，即、這个甘蔡林啊，是洪干酸咧管的吼，啊，柯清怡是关中的吼，拢因遮钱呾人的吼，啊，台北市就是一个姓侯的啦，算是不好啦吼，伊咧管的，啊，新北市一个姓朱的咧吼，啊，所以啊，即摆台中啊，哦，啊，大会死人吼，伊嘛照做咧吼，所以就是讲全台湾。差不多是拢支那人咧管咱，啊，咱安尼憨憨，真拍拼，真认真，纳税趁钱，啊，啥物人咧开？支那人咧开啦、啊。安、啊、尼，我若想伊想这代志吼，啊，就真安尼变来讲，我一个较粗的吼，未困去，佫真突然就对了吼。啊，所以我是讲，啊，到底原因是安怎？哦，四十几冬来，啊，台湾人敢若困啊安尼，好细溜溜，哦，啊，所以我是讲，啊，无咱来检讨，吼、哦，这个我今仔题目啦，吼、哦，就是讲咱从一九二零年年代，吼、哦，到现在，吼、哦，这个台湾精英啊，各位。就是咱台湾的精英吼，啊，对迄个当时的时代，咱是要安怎来应用，要安怎来提出咱的应对的方法啦吼。啊，就是但这个一九二零到即马吼，要到一世纪啊呢，要到一百年啊呢，台湾人还佫无法度出头天啊吼，啊，所以。即摆就来检讨，啊，到底是安怎啦吼？拄仔我讲的，就是目前还佫伫视频的状态，还佫是互比咱较老的其他人咧甲咱通知，吼、哦，伫即款状态，啊，所以想起来吼，实在是真唔甘愿啦吼。啊，所以咱。一九二零年吼，有一挂真重要的这个社会运动啦吼，啊，大概咱了解一下吼，啊，比如讲这个一九二零年，是东京吼成立的这个新民会啊，这就真像这个七零年代伫美国、日本成立的东洋会吼，各地台湾的东洋会真共性质啦吼。啊，这个一九二一年，台湾文化协会，哦，由这个蒋渭水先生吼、哦，啊，领导的这个文协吼、哦、来组成吼，啊，这个文协当然是要提高台湾人，伫当时吼、哦，二零年代，这个台湾人的文化水准，哦，教育水准啦吼、哦，啊，种种安尼吼。啊，二二年，一九二二吼，啊，这个台湾议会升级吼，举行同盟会啦吼、哦，这是日本啦吼、哦，这是由林献堂所领导的吼、哦，啊，迄当时就是讲，啊，台湾人、日本人咧统治，啊，但是台湾人嘛要有参政权啊，来争取这个权利啊，吼、哦，啊，所以就是讲为着安尼做这个物件，讲你。台湾总统府，你了有一个议会，我台湾人会当参与安尼。啊，一九二六呢，有这个台湾农民组合吼，啊，这是这个干结条干吼，啊，这个，那像即马干结的这个有一个展览吼，伫这个台师大的块图书馆一个展览吼，农民组合迄当时就是讲。当时的农民拢种甘蔗，吼、哦，啊受到真大的剥削，
啊，所以摕来抗争吼。啊，迄当时大家拢知影吼，伊农民利用一句话，讲第一讲吼，种甘蔗互人帮啦吼，因为去帮甘蔗的时阵吼，伊拢甲你偷金鸟就对啦吼。啊，所以有即款讲法啦吼。啊，到1927年啊，这个台湾文化协会哦分裂，迄当时有迄个所谓左派的想法、右派的想法吼，啊开始分裂啦吼。迄个时代就是讲，迄个社会主义的这个思想哦，渐渐较迄个有一个趋势就对啦吼。啊，因为分裂了吼。一个人呢，有组织这个台湾民众党，啊，这也可以讲是台湾上早的这个政党啦，吼，1927年就组成啦，呢吼，啊，1928呢，这个贾雪红、邓颖这人吼，伫上海成立这个共产党，吼，啊，这是受到社会主义的这个思想，啊，才有一款物件出来，吼。啊，1930年呢，有一个台湾地方自治联盟吼，啊，佮成立办呢，啊，所以会使讲伫1920年代吼，台湾即个精英吼，非常活泼，为着台湾啊，非常拍拼吼，啊，成立遮济社会运动、政治运动安尼吼，啊，遮个运动讲起来呢。迄当时台湾是日本的领土啦吼，啊，伫日本的殖民地，啊，台湾人是日本借的吼，啊，所以会当做的，就是讲咱争取咱的权利，咱应该有的权利吼，来争取安尼。啊，虽然是安尼吼，在即个运动的过程中吼，嘛受到日本政府的打压、起诉、啊判刑、搁流放安尼吼。啊，入国的人当然唔念遮啦吼，我是大概即、這个啊，提一挂人啦吼，比如讲张伟水啦、蔡慧茹啦、吼、哦、林明川、蔡培慧，啊林妙春啦吼、哦，林妙春是林献堂的一个亲戚啦吼，啊江杰吼、杨清切、啊赖和、杨贵吼，等等遮个人啦吼、哦，当然买啊这赖和、杨贵。做这个文学的吼，文学方面的人吼，啊，尾仔嘛非常有名，留真济好个作品吼，予咱安尼吼。啊，一只我特别提起吼，1934年的这个太阳殿啦吼，因为我本身是学建筑的，啊，佮即摆是咧迄个画油画啦吼，啊，对这较有趣味。就是讲1934年的太阳殿吼，因为过去日本时代吼有迄地殿吼，每年拢有地殿，啊地殿拢是东京，啊所以台湾人若要参加地殿吼，拢大部分呢变去东京吼，只要画图画画甲参殿吼，啊这个展览必须经过日本人的这个审查。通过吼，啊，甲会当得到奖安尼吼，啊，一挂台湾人入面讲，安尼嘛唔对咧，咱的作品吼，啊，画家呢真拍拼吼，啊，结果呢一定要经过日本人甲咱审查，咱台湾人那袂当家己审查吼，啊，就是因为这款想法呢，台湾人的这个主体意识的想法，啊，所以伫台湾呢。成立这个太阳殿啦吼，啊，这个太阳殿吼，创会的人吼，当然唔了这几个啦吼，邓迪奇啦吼，邓迪奇是真优秀吼，真早期真优秀的一个画家吼，啊，真可惜，要三十通会吼，都过身吼，真可惜吼，啊，这个廖继春、李石樵吼，咱大家拢。知影吼，知影这人吼，啊，蓝翠龙嘛，油画吼，留下日本油画，啊，后来呢，从事这个工业，吼，
当伊设计就对啦。啊，伊伫早期伫即个即摆生态吼，早期工学院、工学院的早期有一个红砖的款，一个啥物砖啦吼，伫遐教结着科、结着迄个教吼。啊，因为伊有分着宿舍啦吼，啊，1945年吉纳人来了吼。我将伊宿舍给抢去吼，起无歹嘞，我四条无爱教嘞吼，我无爱教册。啊，甘水龙有一个趣味的，就是讲伊艺术真好吼，啊，伫台中吼，咱知影台中这个太阳饼吼真有名吼，啊，有一间店咧卖太阳饼，就请伊去做一个迄、那个。饼画就对啦吼，模式用模式来做。啊，伊用做啥物呢？因为太阳饼属于太阳花嘞吼，啊，伊就做太阳花吼，做甲真大吼，这个模式个饼画做甲真大真水。啊，结果呢，吉纳人来了吼，开始会掠人嘞吼。太阳花是共产党。会国花咧，哦，即些歹啊咧吼，所以即张图咧，赶紧用三脚板啦吼，规个扛扛起来吼，啊，做一面饼咧吼，啊，结果即幅图好该再是安尼吼，所以留到即马啊个滴咧安尼吼，啊，各位人去台中吼，可能有法度看到即幅真有名的图安尼吼。啊，李梅洲啦吼，杨三郎、陈廷波啦吼，啊，陈廷波甲廖继春，因这两个人的话吼，即马伫拍卖场咧卖吼，拢上亿个安尼吼，所以可见因迄当时的这个艺术的成就啦吼，还是台湾人特别吼真骄傲的所在啦吼。啊，可是陈廷波伫1947、1928的时阵吼。哦，即个中国兵啊，吼，啊，枪杀去安尼，吼，真可惜啦，吼。啊，1941呢，啊，咱知影吼，就是太平洋战争啊爆发啦，吼。啊，迄当时真济早期战争以前吼，真济台湾人拢去日本读册留学，啊，就倒来安尼，啊，但是。1941战争了后吼，即个台湾人伊无转来，伊即马读了后呢，就经过东京走去中国华北。哦，伊遐迄当时有一个满洲国啦吼，啊需要足侪人才吼，啊所以即个台湾人就走来中国去吼。啊，我是感觉到这是投奔自由啦吼，哎，毋是投奔祖国啦吼。认为讲，这可能是台湾人的祖国咧，啊，所以大家就走伊啊服务咧，吼、哦。啊，有的人替国民党服务，有的人替共产党服务，哦，譬如讲，苏明是走伊替共产党拍游击的吼、哦。啊，真侪台湾人是替国民党做代志，吼、哦。啊，因为台湾人伫中国呢。中国人知影讲，你台湾人是日本统治的，啊，所以是日本人，啊，所以台湾人去啊中国呢，唔敢讲伊是台湾人，啊，所以拢私底下用叫做白旗就对啦吼，白旗做台湾人的代号啦，啊，所以实在是真可怜哦，家己的身份，吼，唔敢真公开来表达，吼，变做家己这个认同啊。唔敢表达出来，所以就讲表示这个做一个人的尊严都无去啊嘞吼。啊，当然是迄当时安尼吼，真济知识分子由日本走去中国，但是真济较艰苦的吼，即台湾子弟呢，被日本征调去个南洋烧台，吼，啊大部分去的吼。拢无转来啦，拢死伫迄个所在，转来是人真少啦吼。啊，这个代志就是李桥的这个《汉烈三部曲》吼，
台底有写到一个台湾人去南庙烧台吼，啊那受苦的代志吼，确实看起真可怜啊吼。迄当时战败了，无人管啊，日本人要管家己国民都管袂起的，台湾人变作战后自生自灭，家己想办法走倒来安尼吼。啊，有一个原住民的款吼。伊伫迄个南苗的青山内内咧作战哦，啊拢无消息啦，拢唔知啊，战争结束啊，伊也唔知啊，是讲我搁咧烧台咧吼，啊所以拢秘伫迄个树篮内底吼，一直到真久二三十啦，当后才有发现吼，啊送到来台湾啦吼，有即款情形发生啊咧吼。1945年呢，这个台湾跟日本战败啦吼，啊，我才特别写台湾跟日本吼，因为咱的册拢写日本战败啦吼，啊，台湾人就讲，哎，跟日本战败和我无关系啊，吼，甚至伫网络顶关吼，我捌接到北外人啦吼，可能较少年啦吼。伊甲我讲吼啊，伫厝说个大战的时阵哦，因家吼有日本的迄飞机来轰炸，哦，你靠谣，你是咧讲啥呢吼？迄当时台湾就是日本啊，日本来轰炸日本，吼、哦，你读较歹去咧，我讲你等于搁册读较济咧吼，无即款代志吼，是民军、美国军来轰炸台湾，毋是日本轰炸台湾，吼、哦。所以即卖教育吼，就是安尼吼。啊，所以你当时走去中国，即个所谓的造反派吼，就对蒋介石就转来台湾啊，要接收台湾，要占领台湾啦吼。啊，我是甲伊讲，伊即个精英就是吼回归祖国，啊，即卖转来个台湾啦吼。但是呢，回来就无几冬吼，较无两，特别两年啦吼，就1947的这个大屠杀啦，开始杀人啊，吼啊，这个杀人是真有计划的杀人吼，啊，所以这个祖国派呢，一连忙吹去啊，吼，啊，本来想我祖国回来好啊，这下袂歹哦，有势势啊嘞吼，有权有势啊吼，啊，结果呢？开始杀人掠人，吼、哦，啊，所以因就非常失望啦，吼、哦。啊，当然当时杀死的人，吼、哦，我是干那只提出几个人尔，其实吼、哦，据这个估计，吼、哦，20000外个啦，吼、哦，啊，有是讲较济，吼、哦。啊，当时确实无法度去估计这个数字，吼、哦，因为其他人来，吼、哦，啊，无户口啦，户证啦。啥物拢无，乱七八糟吼，伊无法度去统计这物件啦吼。啊，杀人了后呢，当然一个杀无对的人就走啊，吼，啊就走，但经过香港，有诶走去中国，有诶走去日本，吼，啊像这个赵雪红、杨克红，伊就走去中国啦吼。啊，这个廖文业啦吼、苏明啦，伊这人。走去日本吼，啊，去日本了就开始讲，这祖国唔对啊，台湾啊家己管台湾，台湾啊家己有一个国家吼，啊，所以日本开始一个台湾人的一个独立运动啦吼，啊，这个赵雪红啊杨克红走去中国吼，当然伊的这个。背下鞋袜啦吼，真悲惨啦吼！哦，即个中国人也去批斗吼，因所讲的批斗文化革命安尼吼，讲因主要是台湾人吼，是资本主义吼，啊，到尾嘛死啊真悲哀就对啦吼，这就是资本主义中国的这个下场啦吼，这个。1949年，国民党和共产党拍到走无路啊咧，吼，最后呢，
嘛是美军的这个战舰哦，从这蒋介石这军哦，啊也到拢个运来台湾的吼，啊所以这个1949就是讲蒋介石一家人流亡来台湾，所以ROC呢，伊有两个性质，一个是1945年吼，伊占领台湾。占领是这个麦克萨的第一道命令的关系，伊来占领台湾。但是1949呢，伊是由共产党打败逃亡，啊，等于流亡来台湾。所以ROC两个性质啦吼。啊，这个ROC是中国的，哦，共产党打败伊是灭亡嘛，将迄个ROC所谓中华民国。伫中国是灭亡啊，无啊啦吼。啊，但是呢，1949伊是蒋介石是所谓讲在野伊撕掉这个ROC的总统啦吼。啊，1950年伊讲，我即摆要搁倒转来做总统啦吼。那时候ROC是因兜开的吼，啊，就是。咱咧讲的四行什么复行四事，中国话较袂晓讲，歹势吼。啊，所以1950后世佫活起来，伊都死啊，佫活起来。啊，但是这个后世吼，中国这个甲台湾这个无共系统，吼、哦。啊，所以讲，因为中国这个后世伊总统是李宗仁啊。伊1949了后，伊就走去美国啊，吼、哦，啊，所以是无同个物件啦，吼、哦。啊，咱知影蒋介石来了，就是白色恐怖吼，50年代、60年代吼、哦，非常真惨烈的这个白色恐怖吼，叫判死刑的，关10几冬的、20几冬的，甚至以后关。30几年的吼，遮尔济吼，啊，因为是安尼，所以遮台湾人就唔敢讲话啊，后代因遮家己的囡仔吼，啊有耳无嘴吼，啊袂使插政治吼，就变做安尼，啊所以真济就走人海外去啦吼，啊1952年布吉沙合约吼。一、这个生效啦吼，所以大概伫1949年代到1950年代吼发生即个代志吼。啊，即、这个50到60年代吼，当然是真苦闷啦吼，苦闷的年代吼。这个王玉钓伊写一本台湾史吼，叫做《苦闷的台湾》吼。啊，迄当时啊，我是经过这个年代吼，啊，确实有啦，受到国民党的教育吼。啊，我伫清大读建筑的毕业，啊，毕业了就是做兵啊。啊，做兵迄当时哦，我迄阵是抽签的啦吼。啊，我真歹哦，我。抽到海流啊吼，哦，我叫推甲安尼吼，啊，所以伫这个年代吼，佫比我较早期去美国的，哦，会使讲高中的时阵会当出国，迄种时吼，有一段时间就是讲，你高中会当出国啦，啊，了后就规个切断啊，迄就是有一挂大官的囡仔吼，要送出国。啊，就改法律啦，吼！啊，所以一挂台湾人搭这个便车吼，有去到这个美国吼，读大学的吼。啊，所以因伫美国了后，开始成立这个台湾人的这个反对的这个组织吼，叫做这个 Formosa Free Formosa 吼，因叫做 3F 啦，吼。啊，这个主要的就是这个。罗主义吼，罗主义一个真优秀的这个台湾人，读得非常好，吼、哦、啊为台湾做真济代志吼，写真济文章啦，吼、哦。
啊，伊也捌转来台湾啊，一两届安尼吼。啊，即、這个杨同杰医师吼，啊，即摆伫台湾，啊，即摆嘛搁为着台湾啊，非常拍拼安尼吼。啊，林明坤伫美国迄个 Upstate New York 吼，伫遐咧教册吼。啊，可惜真早就过身啊吼。啊，但伊着啊，捌转来台湾吼。啊，林树华吼，有遮人吼，啊，重视即个台湾人诶，即个独立运动啦吼。啊，伫台湾呢，1957年就开始开放即个所谓地方诶即个选举啦吼。啊，所以选即个新议员吼，啊，咱知影有即个新议会内底。有这个五虎将吼，啊，当时那有真猛安尼吼，哎，啊，有这个五虎将内底就是这人吼，伊嘛伫贵国伊五三年李元振、贵武新、郭世廷吼，啊，这人都已经拢过身啊吼，拢做过去啊吼，啊，历史呢，一句历史，啊，咱知影吼，有这个台湾人民足球双言。啊，这就是平民兵啦吼，贾聪明啊，甲这个啊魏忠条吼，这三位这个台湾人吼，啊提出这个台湾自救宣言。啊，伊当时就是反共大陆迄个时代啊，哦，咱伫学校哦，逐日嘛咧唱反共大陆去咧吼，因讲自救宣言讲无啦，反共无望啦，讲这代志吼。需要真大的勇气哦，这是太刀罪呢。哦，你对这个当时的政策提出反对哦，这太刀罪。所以，迄当时这稍微啊，得咱个敬佩哈。啊，来到这个1970年代哈、哦，啊，这个。所以大陆人民啊，成立一个世界吼、哦，台湾独立人民啊，伫这个1970年正月初一来成立吼、哦。啊，伊个1970年的时阵，这个哦成立的时阵，就是有遮人啦、啊、吼。迄、哦、当时就是蔡东营啦、啊，做主席啦、啊、吼、哦。啊，张灿宏也是做这个副主席，吼、哦。啊，罗文雄，即马人伫台中吼，伊、哦、是做这个组织部的吼、哦。啊，陈良志即马转来伫台北吼，伊、哦、是这个做外交的吼、哦。啊，我呢是做执行秘书啦吼，迄、哦、当时就是大概是安尼吼。啊，1970年呢，平民明先生伊就脱离台湾，啊，走一队，走去水电，吼、哦。哎、啊，当时你想讲，哎、欸，到底是安那走出去安尼吼？24小时都有人咧监督、咧监视吼。啊，伊的方法是安怎呢？伊就是准备要出去的时吼，大家拢徛在客厅的窗啊吼，啊，流喙酒、流长头毛安尼，啊，徛在遐，意思就是要给监视的人看。哇、哦，伊就生做安尼吼。喙酒糊糊啊，头毛安尼散散安尼吼，啊了后呢，有一个美国朋友吼，也是喙酒糊糊、头毛散散的人吼，去甲拜访，啊调包就对了。即摆徛伫客厅的窗啊，是这个美国人，哦徛伫遐，啊监视人远看看，哎呀，伊都还佫伫遐无问题啊吼，啊就是因为安尼。伊就走出去吼，啊，经过香港，伊坐船去香港，啊，但香港啊坐飞机飞去水电安尼吼，啊，结果伊人走到水电啦吼，啊，这个监视的报告，逐日咧写，写讲哦，伊安尼拢，逐日拢伫厝内安尼吼，安尼好势好势安尼吼，啊，结果人就无伫遐啦吼。啊，这个1970年当然四会啦哈，四里是有这个吴文良甲我哈，这个市长的这个案件在纽约发生哈。啊，71年
就是联合国将这个蒋介石，甲伊个代表吼，赶出联合国。啊，这个吼，并不是 ROC， 啊是中华民国赶出联合国，不是，是蒋介石代表甲蒋介石甲伊个代表，互赶出联合国。所以联合国个代表呢，内底还佫有中华民国，伊这个名称还佫伫遐吼。啊，所以咱真济拢误解，哇！中华民国踢出联合国，唔是是蒋介石互踢出去，吼、哦！中华民国还留伫遐，意思是中国还佫留伫遐吼。啊，是只不过是改名改做中华人民共和国，伊即摆设处是安尼吼。啊，所以即摆台湾真济讲哦啊，要重返联合国啦吼，逐当去申请啦吼。啊！伊申请拢用中华民国的名，啊，当然袂使呐，因为咱中华民国已经有设位伫遐，你搁要讲申请恢复，当然是袂使呐。啊，所以阿扁啊咧做总统的时阵，伊嘛是有一届，讲要用台湾的名去申请吼，啊，结果批是写台湾要申请吼，后壁签名也是写中华民国总统。啊，当然是互个退回啊，哦，未通啦，吼、哦。啊，这个蒋介石他出联合国了，伊1975年吼，四当话都死啊，吼、哦。啊，1977年这个中乐教会有一个临宽宣言，吼、哦，啊，这嘛。不只啊，真有勇气的一个宣言吼，一个教会啊，做出这个宣言吼，希望台湾哦变成着一个新佮独立的国家吼，这需要真大的勇气啦吼。啊，1978年哦，因老爸死啊，所以伊来接因老爸的位吼，啊，蒋经国继续啊统治台湾啦吼，啊，虽然伫1970年伫纽约，反拍无死吼，啊，但伊继续做啦吼，啊，但是以后呢，伊就无去出国啊吼，回来了就唔捌去出国啊安尼吼。啊，你知影1979年就是美利都事件啦吼，迄当时就是国地开始即个双股运动吼。啊，开始办杂志吼，啊来宣传，来咧教育台湾人吼、哦，啊，这个力量呢，渐渐大起来吼、哦，大到国民党开始烦恼啊，哇，这大起来就麻烦啦吼，啊，所以伫美丽岛事件伫高雄的时阵，国民党因遮就开始设计掠人吼。哦啊，讲因遮就是暴民啦吼，开始咧做暴动吼，啊，遮人拢掠起来吼，啊，掠起来就是军事审判啦吼，啊，迄可能是第一摆军事审判吼，公开有公开的军事审判，啊，所以当日呢，伊的辩论呢，遮文章啦吼，拢伫报纸吼，啊，颠倒因为安尼吼，足济台湾人。因为安尼觉醒起来，吼、哦，知影了解整个的情形，吼、哦，啊，怎啊醒起来安尼，吼、哦，啊，1979年就是这个 ROC 甲这美国断交啦，吼、哦，美国开始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，啊，无要和台湾，无要承认台湾啦，吼、哦，就是讲中国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，吼、哦，啊，你 ROC。你不是中国、哦、你是一个政府、哦、而且是一个叛乱的政府、哦、因为一个国家只能有一个中央政府不可能有两个中央政府、啊、所以这个中央政府若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时候、哦、另外一个政府不是流亡在外面就是一个叛乱的团体啊，目前的中华民国就是这个情形啦吼。啊，过1979年，因为
美国承认中国啦，吼，就是迄边的中国，吼，啊，所以伊制定一个台湾关系法，吼，啊，这个台湾关系法真要紧啦，吼，这上清楚的就是咱 Richard 吼，这个台湾关系法会当通过的，吼，就是证明安怎呢？证明台湾唔是一个国家，啊，无你哪会讲？一个美国国家内底，由伊个国会做出一个国内法，叫做《台湾关系法》。伊都毋是国家，伊若国家个时阵来定条约，两边拢签名，伊才是国家吼。啊，《台湾关系法》毋是是单方面个美国个国内法，吼、哦，美国国会通过，安尼就是伊个法啦吼、哦，就是当约束吼，美国约束台湾安尼吼。啊，所以台湾关系法内底呢，伊是讲吼，1949年以前呢，名叫做 ROC 吼，名叫做中华民国吼，1979年以后吼，伊名叫做台湾地理总局吼 ，The Governing Authority on Taiwan 吼，伊是一个地理总局啦吼，伊毋是一个国家吼。啊，所以马英九伊是局长吼，毋是总统吼。啊，所以这个但这个代志，咱就会当了解吼。啊，台湾毋是一个国家吼。啊，这到目前为止吼，真侪真侪台湾人无法度理解，台湾也毋是一个国家吼。咱也有总统吼，有行政院、立法院吼，啥物拢有咧吼。啊。当然是一个国家啊，吼，啊，甚至民进党的这个啊，伊的一个总纲啦，吼，总纲伊嘛是安尼讲啊，伊讲台湾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吼，但是伊的名叫做中华民国，吼，啊，这唔对啊，吼，这唔对的吼，啊，结果嘛是真侪人。哦，对伊咧走吼，对伊咧行啦吼，啊，所以这就是目前的这个情形吼。啊，1986年，哦，民进党这个成立吼，伊突破党籍，伊当时啊，佫是戒严时代咧，哦，伊袂当成立政党，啊，伊成立政党吼，啊，伊突破党籍吼。啊，这嘛是民进党一个真大一个贡献啦吼。啊，1987年吼，啊，国民党看看咧顺应这个时势吼，啊，就将这个实行38年的这个戒严吼解除啊吼，戒严解除。啊，虽然戒严解除吼，1987年照样抓人啊吼。1987年这个台湾政治受难。嘉年华会吼，这个主张吼，主张我台湾应该独立嘛吼，啊，所以蔡英文靠左着，都互国民党抓起来判刑啊，抓去关啊嘞吼，所以戒严啊戒严啊，这样抓人就对了吼。啊，但是戒严了吼，就是较无迄个危险嘛吼，啊，所以足侪台湾人大家烧钱。哦，要出来选啦吼！哦，即、這个好康的来啊吼，咱会当出来选啦吼。啊，所以当人大部分拢投入去选举啦吼。啊，结果即摆甲烧起来就是讲，即、這个选举就是中华民国即、這个 ROC 的体制，吼、哦。啊，你出来选是咧做 ROC 体制内底一个分子，一个成员啦吼。啊，意思就是讲。变成这个体制愈来愈用啊，因为恁台湾人参与伊个体制啊，无甲反对伊个体制吼、哦，啊，所以哦，伊这个后世伊这个生命呢，继续搁活落，虽然伊是要死吼、哦，啊，但是台湾人搁一直甲加入落吼，伊煞未死咧吼、哦，啊，所以双股并对台湾并毋是真有利的一个物件啦吼。哦啊，当然，我是感觉这是两难呐、啊，真困难呐、啊、吼。啊，那有人咧讲，啊，你若无选拢
互伊咧规划拢芳宜咧，吼、哦，但是呢规划芳宜吼，伊、哦、嘛是芳袂久啦，吼、哦。比如讲最近咱知影这个艾灸，吼、哦，伊嘛是规划芳的，免创久啊，吼、哦，啊十四天就互这个艾灸人民吼，引导安尼吼。所以有这样物件啦吼。啊，八九呢？一九八九就是地南洋吼，因为争取这个言论自由，又发表这个跨世界这个台湾宪法，啊，作为国民党个起诉，哦，要个掠个关，所以自焚安尼吼。伊八七年啊，八九年发生吼。哦一九九零吼，就是所谓这个海外黑名单啦吼。早期伫七零年代、六零年代啊，走去美国、走去日本、去欧洲各地留学者，这人吼，大部分拢参加这个台湾同乡会吼，啊，拢点名做记号，啊，变做黑名单吼。袂当转来吼、哦，啊，当然我是其中的一个啦吼，真侪拢袂当转来，啊，袂当转来是国民党的设计，哦，你这人若袂当转来台湾，哦，影响台湾人，哦，伫台湾制造这个物件吼，因就稳稳啊统治台湾呐，啊，所以无爱让你转来，哦，啊，所以伫这个1988年以来吼。海外这台湾人就讲，哎、欸，安尼唔对哦，要打拼就是要转来台湾拼吼，啊，转来台湾较有可能赢到这个中华民国吼，啊，所以开始转来，啊，伊转来唔是讲安尼大败就转来呢，唔是，拢偷渡转来，因为签证提袂到，伊无爱互你签证，虽然是戒严嘛吼，伊无爱互你签证啊，啊，所以。偷渡转来吼，啊，真侪偷渡转来吼，有诶有成功啦吼，像郭培鸿偷渡转来吼，成功伊搁偷渡转来几若摆吼，啊，即、這个张灿宏偷渡转来，伫机场咯无杀去啊吼，真侪偷渡无成功诶吼，啊，李永元呢有成功啦吼，啊，伫台湾四处走吼，伊掠无安尼吼。啊！即摆偷渡转来遮人吼，转来了后拢倒入去双股啦吼，咱拢知影吼，啊，蔡东元吼，啊，即摆是现任的立法委员吼，啊，张灿宏啊，捌做过台南的市长吼，啊，陈东山吼，啊，做甲这个总统府啦吼，诶，啥物秘书长吼，啊，柯建才啦吼。王仁堂、李永元等等啦吼，这人吼，当然还阁真济啦吼，大家拢拼落去选举吼，啊，结果呢，拼落去这个要经由这个法律要争取台湾的吼，全部咧，这人拢无咧，嘿，吼，啊，过去呢，这个所谓大陆分子吼，这台湾独立人民的民怨吼，过去拢。讲哇，咱一定要打倒中华民国吼！因、哦、这个人民的这个宗旨就是安尼写吼，咱不择手段，用任何的手段吼，要打倒中华民国吼、哦。啊，结果即马转来个台湾，伊唔是要打倒中华民国吼，伊、哦、说变作倒入去双固新台湾吼，啊、哦，我是伫台湾安尼吼。哦啊，所以这是一个真大诶一个改变啦，吼、哦。过去要甲拍倒，即摆毋是讲啊，你会使到台湾吼、哦，啊，阮诶国家叫做中华民国安尼吼。啊，1990呢，哦，李登辉做这个所谓这个中华民国吼、哦，啊，我是一个总统安尼吼。哦啊，咱知影这个1991，我转来吼，我
我转来这年吼，有这个七八行动联名啦吼，伊开始是这个毒大案吼，开始抓三个人吼，啊，其中一个就是这个陈正南吼，陈正南吼，啊，有两个查甫一个查某抓去吼，啊，讲因为伊去日本参加苏明的毒大会。哦，安尼啊，安尼啊就犯罪咧，抓起来咧吼、哦。啊，抓起来伊是根据刑法一百条吼，伊、哦、若有即款想法的时阵，就会当抓人啊。吼、哦，啊，所以过去咧抓人吼、哦，不管你有无，看诶，你头壳内咧想啥时阵，就会使抓人啊吼、哦。啊，所以靠即个所谓一百行动联名，即个运动啦吼、哦。啊，当然即个一百行动联名最后。成功啦吼，一百另外一百条提掉，就是讲你话讲台湾要独立，无做吼，变做无做吼，你无实际去咧用行动，无代志安尼吼。啊，九二年吼、哦，有一个所谓这个外岛会啦吼，就是这个外省人吼、哦，外省人支持。啊，台湾独立吼，按成立这个外岛会吼，啊，这个主要人物呢，就是廖中山啦吼，啊，陈树铭这个人吼，啊，廖中山已经过身真久啊吼，啊，1992，啊，咱知影这个台湾教师联盟吼，这就是小学的老师、中学的老师吼。因所啊成立的一个团体吼，啊因开始去台湾各乡镇啊开始演讲吼，来宣传来教育台湾人吼。啊，1992年我嘛参加啊不少场因的演讲会吼，确实真有效啦吼。啊，1996年啊咱知影吼，就是这个民选吼。开始，什么台湾的直选吼，啊，你成为第一任的总统安尼吼。来到2000年吼，2000年阿扁做总统安尼吼，我大家当然真欢喜啦吼。当时我嘛真欢喜咧吼，台湾人有法度做总统啊，台湾人要出头天啊吼，台湾人会当建立家己个国家吼。啊，结果事实是未通个啦吼，未通。阿扁啊，不但无法度讲。透过什么正面运动啦、啊、吼，将中华民国改做台湾，安尼台湾就有法度变做一个国家吼，无法度安尼做吼，而且家己呢，国民党拍个乌罗，就坐监嘞吼，所以透过选举要改变台湾的这个命运吼，这条路未通，这条路未通吼。讲到像最近的吼，伊讲抗难年吼，一个林志升顶啦吼，一挂人向美国法院提出告诉吼，啊，这个代志吼，啊，我相信这个代志嘛，需要真大的勇气啦吼，因为你要告美国，你家己的这个讲法论点，你若徛袂住吼。你若交伊告美国的法律，吼、哦，啊，美国律师是收美金的呢，吼、哦，伊毋是收台币呢，啊，这钱啊，要安怎来，吼、哦，所以这要真大的智慧跟勇气啦，吼、哦，啊，嘛是真感谢吼、哦，这人提出这个告诉，吼、哦，啊，当然这论点吼、哦，
就是这个法律建构会的这论点啦吼。主要是咧讲，根据这个旧金山合约，我像这瑞才来讲上好啦吼。根据这个旧金山合约吼，美国是主要占领权国的吼 ，principle 啊 occupy power 啦吼。啊，你是主要占领权国，你就对台湾有这个管辖权，吼。啊，台湾就应该变成做美国海外吼，不合并伫美国内底一个领土，吼。啊，若是安尼的时阵吼，根据美国的宪法，咱台湾人会当享受美国宪法的这个保障，针对基本人权的保障啦，吼。啊，这点啦。法律有法度甲咱认定、肯定吼，咱今仔可能免坐大车吼，咱今仔就去请美国的护照吼，要来美国佚佗下来吼。啊，但是这个美国法律就是讲，你这个主要占领权这个物件的解释吼，是毋是对台湾有管辖权？这是政治解释吼。是法律的解释，啊，所以法律无法度吼，将这个啊，这个控诉案吼啊，那你讲驳回，其实你讲驳回了吼。所以，即摆个想起来就是讲 Richard 丁吼，啊，甲林志兴这人的这个论述啦吼。经过美国法律的这个验证吼，啊有法度协调嘞吼，表示讲，伊这个讲法是正确的，是会通的啦吼，是值得吼继续去努力安尼吼。所以经过三年哦，你讲控了甲。是讲控九年吼，啊，最高法院的判决文吼，啊，伊就讲吼，讲啊真清楚，就讲你台湾六十几栋来，哦，拢生活伫这个政治人格内底吼，生活了真吼真痛苦啦吼，啊，无一个一笔承认的一个政府，哦，啊，无这个国际社会。甲你确定个地位吼，咱个地位根本就未定吼。啊，咱是支那人、台湾人，啥物人拢毋知影吼，身份拢无法度认同吼。啊，所以咱生活伫即个中间内底已经有六十几年啊，真长啊嘞吼。啊，但是问题是讲，伊问一个问题，讲啥物人对台湾？会使行使主权，哦，这个问题若有法度确定，法律就有法度处理咱的问题。啊，但是法律讲，什么人会当行使台湾的这个主权，这是政治的解释，吼，伊要去行政部门去找这个答案，吼。啊，法律已经超过伊的管辖权，吼。伊跨翻这个管辖权吼，啊，所以干来当驳回吼，这个投诉人吼、控诉人的这个案件嘞吼，啊，所以伊这个判决文吼，真清楚干咱指出一条路，就是讲咱即摆向美国的行政部门，啊，美国的行政部门呢？各位行政部门当然伊无爱，伊是爱继续这个模糊的这个诶政策，吼、哦，互你台湾那个伫是毋是迄个中间吼、哦，对美国利益较好啊，伊无爱你台湾变成做伊未合并的一个领土啊，安尼吼，对行政部门较麻烦，吼、哦，啊，所以咱来继续。哦，
向行政部门吼、哦、来努力吼、哦。啊，所以这个控诉案件了吼、哦，当然是指出一条路啦吼、哦，啊嘛真清楚，甲咱讲吼，2004年哦，这个美国国务卿鲍尔伊就讲啊，讲台湾吼、哦。无享有国家的主权，哦，意思就是讲，台湾唔是一个主权的国家，吼、哦。啊，控六年，美国副国务卿也讲台湾唔是国家，吼、哦。啊，这个控七年，这个美国国务院佫正式讲，吼、哦、，ROC 就是讲中华民国唔是一个国家。啊，台湾嘛唔是国家，吼、哦！啊，台湾唔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部分，吼、哦！所以就甲咱讲出这物件出来，吼、哦啊！所以到目前为止，吼、哦，咱才知影讲啊，原来过去。中华民国甲咱教育的吼，伊是一个国家吼，啊，咱爱对中华民国吼效忠啦吼，啊，咱是中国人啦吼，到即马真清楚啊吼，咱知影毋是啊，咱毋是国家，啊，咱也毋是中国人安尼吼，啊，所以因为安尼吼，2010年吼，即个。一寡台湾人吼，啊，家己出钱，伫即个美国真大一个报纸吼，《New York Times》吼，登一个广告吼，即个台湾人民吼，即个建国宣言吼，英文叫做《Taiwanese People's Declaration of Sovereign Taiwanese Nation》吼，伊登即个广告啦吼。啊，这个广告，我摕一寡样品吼，可能大家会使来参考吼。这个建国宣言吼，是主要是一个大地洛杉矶一个姓张吼，张介石博士啦吼，伊本身是清代控押的吼，啊比我早头啊两年吼，啊但是日本足好个吼，伊拢用日文写文章，写这个。伊有一个叫做 AC 哈，伊个英文名叫做 Andy 哈 ，AC 通信哈，用日文写，啊，主要想讲要影响这个日本人啦哈，啊，因有一群人伫美国，啊，你想讲过去吼六十几年来，台湾人啊，佫唔捌画出吼台湾人。向国际啦吼，我就讲向国际正式化作讲台湾人有要建国的这个意愿啦吼。啊，真侪外国人嘛在讲啊，你台湾人拢掂掂啊，啊是变啊帮忙恁台湾人吼。啊，所以因为安尼，所以订这个广告啦吼。啊，要订广告的时阵呢，伊有转来台湾，就讲这个团体大家来联署啦吼。啊，当然有向我接受来找我啦吼，啊，我就带伊去台湾教授协会，哦，台湾北社，哦，去讲安尼吼，讲这个物件吼，啊，大概有这几点啦吼，啊，真简单明了，吼，啊，恁若无反对吼，啊，请恁参加联署啦吼，啊，有出钱无出钱。基础啦，吼、哦！啊，结果呢，台湾教学协会无爱签署，吼、哦！
啊，这个台湾北社啊，小港伊嘛无爱签署，吼、哦，啊，所以有真失望啦，吼、哦。啊，到尾呢，林志兴讲有来有一挂团体吼，会当签署安尼吼，啊，所以大概遐个签署的团体吼，都伫林志兴提供的遮个团体啦，吼、哦。我也未去讲吼，我是讲，你讲的中间有啥物问题吼，做恁举手无要紧吼。你即摆吼，即摆问题存讲吼，美国国会对台湾的这个管辖权的这个问题啦吼，到底美国是毋是对台湾有管辖权？吼，啊，这个问题呢，反而是人民讲是政治问题吼，啊，所以咱即摆就真清楚，美国国务院伊。调过伊吼，六十几年来，将台湾的主权问题，伊个模糊化啦吼，又讲无爱处理吼，啊，所以咱主要的工作的重点吼，咱应该向美国国会，吼，啊，美国国会是啥物组成的？是美国国会议员呐，所以咱来针对美国国会议员。从这论述来讲，互因了解，互因根据正义的这个原则吼，来处理台湾的主权的这个问题啦吼。啊，所以这个就是讲，这个林志兴跟瑞哲因吼，上大的贡献吼，经过将近要100年啊吼，即马较有一个真正确的方向甲路吼。咱会当行啦吼，啊，2009年啊，有一篇文章吼，林志兴的文章，伊是咧讲吼，美国应该授权台湾人民吼，伫这个美国的管辖之下吼，啊，就去写这个宪法吼，制定宪法，或者是基本法啦吼，啊，这嘛是一个方向吼。一个工课啦吼，啊，主要就是讲美国国会是毋是要安尼做，要轻安尼做吼，啊，这当然是需要台湾人这个声，若大声有力起来，像埃及安尼吼，这个声若出来，当然美国就会反应安尼，啊，这个伫网络顶端。嘛有人咧讲吼，啊，这个美国要促请吼，这个美国国会召开召开这个台湾人的听证会啦吼。啊，我想这个嘛是爱努力啦吼。我是感觉这个论述爱带这个美国国会讲，哦，美国人，哦，美国参议员去了解这个旧金山合约。这个意义，伊迄个意思，啊，甲台湾人的处境，吼、哦，因若有了解这个物件，我相信啦，因会处理这个物件。啊，因为即摆这个问题拢无人要讲啊，所以美国甚至我相信啦，美国的国会议员嘛无讲足了解，吼、哦，啊，所以这个论述一定爱吼。哦
啊，因为真侪拢已经是英文啊嘛吼，想办法，互这个美国国会议员哦，知影呢吼。啊，最后呢，我就是讲啊，即马民政府会对这个时代的这个应变，要安怎应变？哦，啊，我是感觉讲，咱民政府吼，唔是这个时阵坐在冷气的办公室要办公的时代，唔是哦。咱目前啊无功能办啦吼，应该是将民政府呢看作是一个社会运动型的，一种运动。民政府一个运动，虽然伊名叫做政府哦，但是伊是一个运动。啊，这运动要创啥？就是来组织台湾人，来教育台湾人，来宣传这个论述，让真侪台湾人搁较了解哦，这个代志哦，搁较了解台湾人主权这个问题到底伊真相是安怎呢？吼、哦，啊，即摆就是讲真清楚，真清楚就是讲。现在美国国会那就是我们民政府的一个探头宝，我们来讲就对了、啊、要讲的时候你就是要有策略、啊、你就要有计划、啊哦、要怎么做这个东西、啊哦、我想这个方向是正确的、哦、向美国国会向美国议员、哦啊、来创这个东西、啊哦啊，所以我想是对一个时代啦吼，从1920年到即马2011年吼，将近要100年这个时阵吼，啊，对每一个时代的这个对策，若是正确呢，咱就有可能成功啦吼。啊，若无正确呢，就是伫原地伊啊拍转吼，都踅来踅去，踅袂出来吼。啊，过去60几年来，咱拢是安尼，找袂出来，找到即摆，啊，阁是了怪，啊，阁是一个殖民地安尼。啊，所以即摆就是讲，咱知影这条路啊，吼、哦，啊，别安那阁继续行，哦，咱来阁较吼，阁、哦、较拍拼，阁较坚定，阁较有信心吼，安尼行落去安尼吼。哦啊、所以以上就是今仔日的这个课啦吼，啊，所以课煞上短了，还剩一点钟嘞吼，啊，所以欢迎大家刷来吼，咱来提出问题，啊，互相来交换，互相来分享，安尼好不？你先拜吼，这个我所听到你过去这个刺奖案这个代志啊，拢一般来讲拢是片面啦，是讲片片段段啦吼。啊，今日是毋是咱借这个机会，甲阮遮这个做票背哦后进吼，甲阮小可这个做较详细说明一下动机啦、过程啦，啊，到尾啊有叫美国政府甲你安怎无？定下来，啊，后壁这个一定要做影响有偌济啊？你讲你的故事就对了。我的故事吼、哦，真长啦吼、哦，要讲起来可能无够时间吼、哦，爱讲真久吼、哦，啊，佮今仔的课题当然是无啥对啦吼、哦，啊，但是有一挂时间啦吼、哦，当然大家若爱了解吼、哦，会使来讲吼、哦，啊。我是1962吼出国的啦，吼、哦，啊，迄当时啊哪会当出国？迄当时大家拢三 P P 的吼、哦，啊，阮老爸也是我做生意的吼、哦，是做水果的这个批发啦，吼、哦，啊，讲要出国嘛无啥可能啊，吼、哦，啊，但是迄当时迄、那个时代就是讲拄拄啊美国的工业发展。
啊，伊个税务就是讲，你个大公司、大工业吼，提出一个资金出来吼，啊，会当减税。啊，所以迄当时美国呢，足侪奖学金。啊，所以台湾人吼，大家就拍拼申请奖学金啦吼。啊，当然我着顺利抢到奖学金吼。啊，这奖学金阁袂歹呢，专业呢，叫做 full scholarship 吼。是就是讲。宿舍费给你拿，宿舍费给你拿，啊，你食饭钱、生活费拢给你拿，我真赞的吼。是啊，但问题是，我住台南呢，台南要去美国，行路未到呢，吼，啊，收钱嘛无法度呢，吼，啊，坐飞机啊，哇，啊，这飞机是用买美金呢，迄阵是一块兑40块，哇，啊，这飞机钱要安怎？啊，当然是，阮老母是讲哇，阮五个兄弟仔内底一日头一日迄当出国安尼，拍命、拍性命嘛，歹也出国咧吼。啊，所以阮老母啊，将伊个金手指啦、金挂链啦吼，轻轻个提好啊，讲你提去卖吼。啊，恁阿舅就住伫桥仔头，高雄个桥仔头，去开金仔店安尼吼，去提去遐卖。啊，换现金嘛嘞吼，啊，就是安尼，我会记诶，当时迄坐公路桥诶吼，人带人坐甲坐甲头吼，啊，卖转来安尼，啊，去买机票吼。伊、啊、当时诶机票真趣味，留学生真济，啊，所以拢包机吼。迄阵时讲包机应该足贵，毋是包机较俗吼，啊，规台飞机拢留学生啦吼，啊，拢坐包机吼。啊，我人提啊第300块美金，啊，这300块美金呢，是我新台一个讲师吼借我的啦吼、哦。这个讲师阁是迄、那个，要讲也是中国人啦吼，伊、哦、是潮州人，吼、哦。啊，伊台下内底吼我袂歹吼，啊，借我300块，我提了人提啊，啊，就飞去啊嘞，300块就飞到美国啊。啊，去到美国吼，伫飞机顶嘛是第一摆坐飞机吼，啊，第一摆穿西米露安尼吼，穿西米露坐飞机安尼吼，拢第一摆就对啦。啊，去到飞机顶的时阵吼，就决心讲，一下有法度出国，不爱转来吼。虽然阮老母问讲，啊，你当时要转来，我甲答应讲5年后转来安尼吼。结果迄当时。除非一定的决心不会回来吼、哦，啊，所以到美国了后，一本澳式护照就等到到啊，无咧用啊吼，就是安尼。啊，去到美国就是讲第二年吼，真奇怪呢，我就收到这个伫东京发行的台湾青年啦，哦，那遮厉害安尼吼，知影我住伫倒安尼吼，啊，就台湾青年就开始看。佮渐渐了解，哦，台湾原来就是安尼哦，吼，啊，佮伫美国的这个校园内底吼，啊，我就参加因的读册会，哦，啊，读因的一寡册吼，比如讲迄个美国的有一本册吼，叫做《美国的善食人》啦，吼，《The Poverty in America》吼，写美国。真艰苦的人吼，中昼时无法度通食饭的人吼，美国有即款情形，奇怪咧。美国都，即我看是天堂咧吼，啊，美金安尼，大家拢有足好个吼，那安尼吼，啊，佮看即个乔治克的未出卖台湾吼，啊，佮知影讲哇，台湾2018就是安尼发生，安尼太人，啊，过去拢唔知影。过去是敢若读册读册吼，啊，啥物拢毋知安尼吼。啊，了后我就参加这个美国的台独联盟吼。啊，美国的台独联盟就是讲，因的宗旨吼，拄拄啊讲过，要用一切方法吼，讲啊真大声吼，要拍倒中华民国，我哦真赞吼，都来参加呢吼。啊，所以参加这个组织吼。啊，一直到这个1975年，
哦，啊，佮知影讲，赵廷国要出国，哦，伊当时是行政院副院长，哦，啊，当然是蒋介石要佮培养做接班人，哦，啊，要提高伊的声望，啊，所以需要去美国度一个啊金嘞，吼，啊，所以就透过美国商会邀请，吼，啊，去美国安尼，吼。啊，当然来美国的机会真好吼，美国的大都人民都到处吼，拢去示威游行啦吼。就即马陈夫人来台湾的时阵吼，台湾人伫个地伫个示威相共吼。啊，蒋经国嘛是，阮来个示威，但洛杉矶伫个示威，甲即个华盛顿 D.C. 吼。啊，伊当时我是即、這个。在台湾民指挥的总指挥吼，我担任两场啦吼，一场伫这个安州 Airport 吼，一个示威游行，啊一场较大场伫华盛顿 D.C. 的一个游行啦吼，示威游行。啊了后呢，当然中国经过出国吼，这大代志吼，啊即海外的这个运动者吼。大家嘛讲，即来暗杀了上好啊吼！大家拢讲要暗杀蒋经国嘞吼，啊讲的足济，啊但是要实际行动的，无嘞吼！啊所以，我迄阵就有迄个决心啦吼，我是讲要刺杀蒋经国，这就是点点啊做啊，无去试过去讲讲伊好，伊偌用都偌用吼。要去掠枪安怎吼？台湾话来讲，会飞狗吼，袂当咬吼。你若试过去讲要暗杀什么人吼，迄拢袂成啦吼。但阮点点啊做，啊，阮咧做的时阵吼，是袂使吼组织人民内底知影咧。我是讲，互知影的时阵吼，这个代志可能嘛破功啊。哦，你大家拢知影是要来暗杀人吼。啊，所以我就点点啊做，啊，真拄好就是安那呢。我是1962出国，啊，黄文雄是1964出国的，吼、哦。啊，我出国的时阵，我是去 Pittsburgh 啦，吼、哦。我是读这个 Carnegie Mellon 哈、哦，啊，黄文雄的一个小妹，伊是 Pittsburgh 大学，吼、哦。啊，所以因为这个关系吼，啊，我熟识，啊，伫1964结婚，啊，所以这个关系咧，吴文良啊变作和我有亲戚关系吼，啊，所以伊若下下放假，啊，拢会来我遐度假，来我遐佚佗安尼吼，啊，所以这个代志，刺杀的代志，我有来讲，结果呢，伊同意呢，伊讲会删哦。啊！伊迄当时嘛真即个，伫美国的即个会使讲真 radical 啦，哦，真激进就对啦吼、哦。因为一寡朋友拢是当时的hippie 啦，即个一款人就对啦吼、哦。啊，所以伊就真我来赞成，会使吼。啊，因为安尼关系，我想阮两个人点体较无够吼。啊，我就去招，拄拄啊，咱就看下这罗文良啦吼，伊是咧用组织的吼，啊，所以我招伊来参加吼，啊，所以主要是阮三个人啦吼，啊，当然，迄当时我太太吼黄金美，伊嘛有知影，伊嘛同意啦吼，啊，我是讲黄金美嘛真伟大啦吼，家己翁，家己兄哥。为了刺杀蒋经国，啊，这是太好做呢，吼、哦！一些落雨的时阵吼、哦，可能就这个家庭就会有真大问题吼、哦。但是伊无反对吼、哦，所以这点我是吼、哦、非常来佩服啦吼、哦。啊，了后就是讲蒋经国的行程，伫报纸顶面拢公开，吼、哦。无时无刻到倒位啦吼，啊，迄阵就是4月24日，1970年吼，伊要住纽约区的 Plaza Hotel 吼，要做一个演讲，
哦，中道是咱穿的吼，要做 A 杠的吼，所以时间、地点啥物拢有嘞吼。啊，佫是旅馆的吼，啊，旅馆大家拢有当去的所在嘞吼，啊，咧真好势的吼，啊，所以我想诶，决定这个时阵吼，啊，来行动上好吼，啊，所以。伊迄个时阵，伊来纽约演讲的时阵吼，大都联名嘛有一个示威游行啦吼。啊，伊当时我着辞掉总指挥，我袂使吼，我已经做遮侪摆啊吼，嘛会卖阁我做安尼吼。啊，其实我有另外计划啦吼。啊，所以迄一天透早呢，因为你要去行动吼。不方便开车啊，我迄台车你要安处理？吼、哦，啊，所以我就由这个蔡东营伊来甲我载啦，吼、哦，伊载我啊，载黄金美吼，啊，佮载黄文良啦，吼、哦，一台车呢，吼、哦，啊，这个疫情吼、哦，当然疫情还佮有故事啦，哈、哦，这个情是台独人民的情。因为台独联盟伫美国吼、哦，有一个小组吼、哦，意思就讲这个小组是岛内行动小组啦吼、哦，啊，所以有买一挂武器啦吼，主要是枪吼、哦。啊，我当时是迄个执行秘书吼、哦，啊，所以我就叫负责小组这个人，哎，啊，你遐物件吼，啊，寄来给我安尼吼，啊，所以伊就找一天吼。哦用枪啦、枪支啦，吼！但伊迄阵住伫美国的南部路易斯安那吼，啊，飞来 New York State， 吼，将这物件交付我啦，吼！啊，当然交付的时阵，我当然会甲讲，这是要创啥的吼！啊，之后伊迄一暝吼，无住伫我遐，我想伊早已甲蔡东营主席报告啦，吼！所以我相信啦吼，蔡东营也知影讲四月二是发生代志吼。啊，了后呢，迄时我当然我摕着穿了后走去练穿啦吼，当然这会使莫讲吼。啊，了后迄一知影就是讲开穿是决定，哦，要决定开穿吼。是无简单啦吼，咱咧讲要穿杀人吼，啊要开枪要啥物吼，我讲真简单吼，啊你若一支枪行伫手面吼，啊枕头啊要靠扳机吼，诶，无遐简单吼，你要拍住伊个枪支吼，无遐简单，吼，啊所以当时阮三个人开会吼，啊到底啥物人要开枪？总无可能三个做规枪啊！哦，一个就会使，一个枪支弹来就跳伊嘛！哦，啊，所以大家心情平淡哦，都无啥物表示哦。啊，我就讲啊，无安尼啦，我来开啦吼、哦。